贤者大人，有实验体接近了九号地区，监视设备已经捕捉到了他们的活动。哦，还真是意外收获呀。 已经短路了，一支气能源已经不够了，再找不到可怎么办？医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快跑！这是他们的炼尸场。今天真够倒霉的。 暂时算是安全了。这是什么地方？又通向哪里呢？能量不多了，可别掉链子。什么声音？难道那些怪物追进来了？ 这里好冷啊。 这会是一颗完美的棋子。这里太阴森了，我需要一点光源。火？看来有人来过这儿。管不了这么多，先把它点亮。
前面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岛上已经到处都是怪物了吗？如果抑制器的能量耗尽，我也会变成这样吗？能量果然还是差一点，就差一点。目标已经捕获，明白。洗掉他的记忆，丢到新岛避难所附近。哥哥，他的心率稳定下来了。危险期已经过了，他的身体机能正在恢复。幸好我们发现的及时。哎，他好像动了。我没有异化。喂，能看见吗？哥哥，你快来呀！醒了吗？抑制器运行状态正常。放心吧，他已经没事了。我这是在哪儿？你的抑制器。我。你已经会。他。星岛避难所。夏佐。我们陌生人。哥哥。你不是。你。谢谢。你的武。怎么样？你和夏子，我们，是，我来教你升级抑制器吧。怎么样？导，我只听，但是，任务导航功能已经开启了。看到前面那艘战舰了吗？那是伯利恒号，哥哥说他躺在这里已经50年了。50年？就是大灾变发生的时候，原能爆炸摧毁了一整支在附近游弋的联邦舰队，只有伯利恒号成功迫降在了岛上，避难所就是围绕着他的残骸建立起来的。看到了吗？那就是赛琳姐姐，我们快过去吧。你好，我是红。这你夏琳，我好，尊。
果怎么样，赛琳姐姐的手艺不错吧？真是吗？我明看起来赛琳姐姐还挺喜欢你的。这里是中控室，能监测到避难所的每一处异常。帕尔袋鼠看起来他好像遇上麻烦了。早上好。早啊帕尔，谢谢帕瓦尼这怎么帕尔坐这起来。塔塔快来帮忙，别再缠着赛琳姐姐了。来了来了。你是说我你是说对怎么也许我去哪就是他瓦尼芬尼我抱歉我走吧你要带我去哪儿去见我们这里手艺最好的人我是说厨艺我要去吃个甜筒芬尼姐莎莉你欢迎发现是莎莉你真的会修折月门哼，我可是天才这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不过修门这件事可别让哥哥知道莎莉最怕夏佐了因为他总闯祸闭嘴笨水塔我才没就是这里我备用滤芯就在那边的小屋子里看到了吗只需要把备用滤芯放进装置里面就好了当然如果你够准的话帮我把滤芯推进去里面好像卡住了啊成功了金丝带你在发一切运行正常我已经到了班级思考他跟着我一起回来了好大一只蜜蜂快帮我赶走他是吧快那只大蜜蜂呢放心小心点别让哥哥知道我们偷偷跑出去你要找的人在避难所外面不是很远了快跟上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什么绕过前面的悬崖发现安全降落怎么样用不喂那我们来那我可要开始倒数了三一我先到终点等你了你慢慢游过来吧我可没说一定要用油的哦总之是我赢了弗莱兹星
帮忙。这啊，那姐，这，你们乖乖待在这儿，可别给我惹麻烦。放心吧，我很乖的。啥？可我们这台结构，你们不许背着我偷吃鱼！我来了，带上我！哇、快多抓一点，多抓一点！弗兰兹的烹饪锅还放在这儿，你可以用它把食材加工成美味的菜肴。开始做鱼吧。喂，你是不是快升级抑制器吧。我已经完成这台了，现在快换上小沙莉送你的新武器吧。前面有猎狗帮，我可不会打架，就在这里等你了。抓紧时间，别被哥哥他们发现了。水宝宝的胆子非常小，要慢慢的靠近，千万别伤害他们。快把水宝宝带到我这里，可别把它丢了哦。站过来一点，对对对，这样吗？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你快看，哇，这就是他真正的样子吗？我们进去看看怎么样？太冒险了吧？不会有事的。我明明告诉过你，这里很危险。我只是想帮忙。帮忙？你只会给我添乱。可是我……没有可是，马上跟我回去。没有我这允许，不许！我最讨厌你了！你，抱歉。利用一下折月门吧。